眼一闭一睁，一天过去了哈。眼睛一闭，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哈。小沈阳应该是赵本山最遗憾的徒弟了。2009年，赵本山带着小沈阳登上春晚舞台，小品不差钱瞬间火遍全国，小沈阳也因此成名。赵本山曾对小沈阳说过：“离开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”但最后小沈阳还是选择单飞，没有师傅赵本山的帮助后，小沈阳的口碑也越来越差，在节目里更是直言已经放弃小品。小品我放弃了，小品现在都是洗头卑微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逗大家笑，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笑得开心。小沈阳如今再无作品，越来越不如师兄宋小宝。宋小宝现在频繁活跃在荧幕上，给大家带来欢乐。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啊，非是不听呢。你们更喜欢小沈阳还是宋小宝呢？